30秒计时开始。这个奖杯终于到手了。我在2年前的时候，就在台下，就在想，什么时候我能够自己握上这个奖杯。现在，这个奖杯真的在我手上了，我做到了。接下来，我也会尽力勿忘初心。 大家好，已经很好了，已经很好了，我不想再来一次了。大家好，我真的不想再来一次。陈毅，陈毅，我们的哭王，哭王。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奖的肯定。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梦想，我想对大家说一句话，就是你们不要放弃。还有这个奖，我特别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因为他一直支持着我，对我不放弃。嗯